2007年，我和我的家人踏进了加康利，认识了加康利的排毒计划，从此开始了我人生创新的一页。在认识加康利的排毒计划之前，我几乎每一个月都会有2到3次的伤风感冒要去看医生吃药，鼻子敏感都是常年都会有的，然后早上起床肩膀酸痛到晚上感觉到一整天都非常的累。尝试了很多方法，在用 organic 的食物各种的疗法，花了很多钱，但没有什么显著的效果。在加康利的营养师的指导之下，我做了几次的7天排毒计划，身体有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变。我记得第一次排毒是一天比一天精神的，然后我很高兴我的腰围从36寸减到34寸，重点是那个腰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1年多都没有增加那个尺寸的。所以半年没有见的朋友，当我们又再见面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惊讶，哇，你好像不一样去了。那这个时候我是有回应他说，对呀，从一个大叔变成一个欧巴咯，非常厚脸皮的认我是一个欧巴。如果你问我 Shaylee 哪一个排毒产品是我的最爱的话呢，当然是 Vivix 啦。这个3月Vivix 第二代 Rest V 要诞生了，非常的兴奋，让我们一起来体验 Rest V， 创造精彩人生。 Jump Live Vibrantly with Shaylee。